官方就跟你说台韩服一样，你直接假设立场，我一定知道。明明就知道韩版袋子是两倍，物欲期望值只算一半。你凭什么说我不可能不知道？你泼人家屎不用举证、欸、你屎泼了人就走了、欸。巴哈姆特哈拉版天堂摸版，我们就从上看到下。关于止步事件的第一种生理看法，这部被小小的虚了。那为什么会被虚呢？我们往下看。事先声明，我赞同应该要立法规范，会积极参加联署，不想被猎物跟橘子没有利益关系。二是吗？为什么不用本尊，要用新手账号发文？你知道你讲这个很有争议性，你还要出来发？哎，你还没发文就先消毒自己不是公主生哦。你先说你不想被猎物再开分身账号，所以代表你知道自己讲的内容是有偏颇的，是有相当巨大的争议性的吧？我完全不知道这人在干嘛，我看到第一段我就觉得很瞎。好，来。他的立场说，第一，无视台韩版制作材料不同的事、哦、他的意思说，韩版出过止步啦，一种是201个材料，另一个是99个材料。丁克大厂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如果要佐证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这种低能的佐证、哦、这是我的烂啦、啊。七月份哦，啊，这些都是大课长啊，啊，他们身份是什么？我相信天眼玩家哦，好几个群组都能找到这些大课长。我自己跟大课长聊，止步期望值有没有68.18是袋子的钱，99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我自己算啦、啊，公布10%，我自己算就是在这里七月份的哦，我东西都8月才按哦，我开直播撞两次是8月27跟9月23哦，我这个是七月份的726、729，可以吧？这足以佐证我看了韩服的官方10%，加上台服的药水材料，我去推算出来期望值是67500，没问题吧？哎，这里扯什么？丁特大课长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事，我要怎么能知道韩版现在的材料是200还是99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官网只写10%，我又没有下载韩服，我更没有韩服的账号。你要是你，也许你是公主生啊，就算你不是，我也在这里。直接告诉橘子，你要是能从我这个 IP， 从我这台电脑，你能调出我有登入过韩服，只要登入过韩服就好，只要调出我这台电脑有登入过天堂 M 的韩服，我直接捐500块，咔咔啊，不是，我直接捐500万到你游戏橘子指定的基金会，我捐到一个爱心机构，我就在这里讲了，你只要能证明我登入过韩服就好，不要说什么我知不知道材料是多少，你预设我消费前，我都会先去韩服看一下材料一不一样，然后再去推算。那你动作林北好霸行云哦，官方就跟你说台韩服一样，你直接假设立场，我一定知道。明明就知道韩版袋子是两倍，物欲期望值只算一半。你凭什么说我不可能不知道？你泼人家屎不用举证、欸、你屎泼了人就走了、欸、我还要自己证明清白，说我不爱吃屎，你不要泼我是吗？什么避而不谈用99个，要谈的是你游戏橘子，不是我，是你游戏橘子要出来解释为什么你台版故意调降了制作材料，为什么要故意调低制作的门槛？你是想要诱骗玩家制作谋取利益增加营收吗？你为什么要调降材料？这不是要叫橘子出来解释，你叫我解释干嘛、啊、你自己说跟韩版一样，韩版200个你改成99个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莫名其妙。好，关于几率成功也是丁特统计622到822，直播几率8.81%。对，我这里讲过，我说我前面做几率很接近10%，我觉得我少1%只是衰一点，所以我后面才除了300万，然后撞两次都2.3%。你怎么可以把两次合起来算？你两次合起来4.4%，所以嘞，假设几率真的是真实的5%，好不好？我先说假设是5%，5%你橘子本身就有问题了。你韩版公布10%，但到台版只有5%，你这就是欺骗消费者、误导消费的嫌疑。我觉得一张止步只要70000赚，便宜，我愿意花。交易所一张5-6万，跟商城打只要70000，我多花10000多块，我可以早点拿到我想要的东西，还可以直播大家同乐，我觉得便宜。OK， 好、哦，不要再磨我屎，说什么我早就知道材料是怎样什么什么了，我不知道。又或者退100万不说，你游戏橘子公告10%，然后材料跟人家不一样，哎，我看到你这个写10%，我还不能信哦。你官方公布说这个东西跟韩版一样，然后我看到韩版几率10%，我还不能信呢、欸，我还要登入韩版对一下材料，哎、欸，哦数量一样，哦再对一下日版，哎、欸、材料一样，还有没有陆有没有陆版，有没有欧美版，看有没有大西洋版，
有没有东南亚版？我什么版本我都要对一次看，只要一部一样我再做。你凭什么要玩家消费前还要去比对每一个版本的材料是多少，再去思考你的几率是多少？你几率多少就多少，你今天止步公布几率 0.1% 都没关系，我都不会冲你。我说哇，止步真的很珍贵，跟商城买一张要50万80万，又或者我真的很盘，我想做效果，我砸个100万赚来做两张我也爽。你只要公布好，哪怕它再低我都没差。但你今天公布是 10%，你有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能合起来算吗？你前面止步做了227次，拿到20张，然后我后面做了两倍多的数量，快500次，只拿到11张，只拿到一半。我花了两倍多的成本，拿到的东西只有一半，期望值突然剩下四分之一，你不觉得这有问题？我知道你也不懂，你可能没有读书，只会发文领便当的钱。我算给你看啦，真的，我算给你看啦，227次成功20次，真实几率是5%的情况下。看得到啊，我算式都直接打给你看啊。227次中20，几率 0.95， 失败207次，乘以成功 0.05 的20次方， 0.005、哦，这 0.01 就是 1% 啦。如果几率真实只有 5%， 那我227次成功20次的可能性连 1% 都不到。好，再来，你说475成功11次嘛，来我再算咯，你要分开算我跟你分开算。来，我们直接改参数475，啊，失败几次？失败464，成功11次。来，0.1%，你先遇到 0.5% 的几次，再遇到 0.1%， 你遇到 0.005 的情况，再乘以 0.001， 等于 0.00005、啊，你知道这是多少吗？对啊，被我打脸不要怪我啊，你领不到钱不要怪我啊，兄弟。我两个极值拆开来算，也是极0.00005%，这你信？这你买单？你刚是北七？嗯，这就是人情味啦。不以为然是诱导观众，让大家以为韩版10%的几率只要我99个。哎，诱导观众让大家以为韩版10%几率只有99个材料，这一点的人叫做游戏橘子。天哪，你发文是要打我，不是打自己人兄弟？你打到自己人了，误伤友军，诱导观众让他以为韩版10%，这我没讲过这句话，但我确实被这么诱导了。今天是这样子，今天有一个牛奶，好不好？有一款牛奶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，啊，竟然卖你跟美国一样的价格，然后你喝了觉得很难喝，你去骂他，你去网络上公审他，然后有人出来骂说，嗯，这个进口牛奶里面是用台湾比较低阶的，用那个垃圾奶牛吃屎长大的奶牛的奶做的啊，味道当然会比较差啊，怎么可以拿来跟美国原厂比啊？你是白痴哦，你是不是想误导大家说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真实进口的，所以应该很好喝，不应该这么不好喝？可是拍谁？你进口商说这是原厂进口的啊，还卖我一样价格，然后里面东西这么臭这么难喝，然后你说我在诱导，你不是莫名其妙，你是在打自己人啊，兄弟。我真的觉得他不是一次按100次，他是个别按24680，最多一次10%，但是游戏几率性问题不是这样加总起来算。我当然知道几率。一级初心者，兄弟，你如果想带风向，你可以买个号吧。哎，巴哈10级、20级的号应该不贵啦吼，你很难不让人家觉得你是攻读生。一次按100发。跟24680100100加起来按哪有区别？因为独立几率不能这样算，独立几率你每一发就是有跟没有50发50发，怎么样都有可能。好智障！他有两发中央止步啊，这怎么讲？两发中央止步啊，我不是两发中止步，我没有算啊，我通通算进去，几率就是不可能嘛，就是非常的不合理嘛。我个人有脸黑到不行，你看又在洗脸黑，有前天哦，我已经连续两次遇到这么夸张的机制了。有一个粉专帮我推算出来，模拟了1000万次，没有遇到跟我一样衰或比我衰的状况。我遇到的这个脸黑，他所谓脸黑的状况哦，1000万次模拟都没有一次比我还衰或跟我一样。你在那边脸黑，之前有人花200多万抽卡，也是这样的几率没问题。谁？这个一级初心者 CH 兄弟，你是回一条可以收100吗？还是你这个逻辑破绽摆出谁花200多万抽卡，然后也是这样的几率？我先说，抽卡的几率从来就跟止步不一样，止步是最近才公布的，抽卡几率是很早以前就有的，就公布在那里，而且抽卡就我讲了，中红卡几率只有0.0几%，
你要抽一两千张才有机会中统，期望值是这样。止步是公布十发十中一样，这哪有一样啊？啊，然后这个谁啦？你说有人是谁？你爸、你爹，还是你梦到的人，还是你幻想自己抽了200多万也是这样？没问题，哈哈哈哈，没问题，哈哈哈哈。哦，公赌是哎，不是说我要影射他收钱了，是。巴哈版友都觉得他是公赌神啊！啊，今天2468，当然每次机遇不同。不是，如果这是游戏局的公关部门请的人，我麻烦你，我不就责，真的。我认为现阶段啊，游戏公司请人带风向，尤其在游戏论，因为手游这块饼真的很大，这块的商机真的非常巨大。不信你看 YT 看电视广告，全部都是手游，大部分都是手游。别人请人带风向。哦，每个月花个10万，请人家带风向，我游戏营收多1000万，你做不做？做嘛。啊，别家做你不做，你是不是就少赚1000万？所以我觉得现在游戏公关部门找人洗地，公读生发文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OK， 如果这是你找的，麻烦你把那个公关部门的主管开了，我拜托你，真的，我很热爱天堂 M 这款游戏，我对游戏橘子这间公司是有情怀的，甚至更胜于 Garena。哎 ，Garena 是我的母公司，我的前东家，是孕育我长大的一间母公司。什么按个2468几率会不同？这在扯什么？这个小学生都不会被他骗。要是他100、200次大数据才有样本，哎、欸，你看哦，他说按100次、200次是有大数据的样本，然后我总按了475次，就哎呦，因为我475次是一下一下10下10下按就不算，你这什么水平？这发文洗地到底是什么水平？一直洗脸黑几率，脸黑几率，脸黑几率，你怎么洗？我 Excel 打开公式 key 进去，答案就出来了，我随便拉一趴出来算都是0.01%，千分之一的几率。啊，每一趴合起来就是什么千万分之一，这么夸张的极值，你还在那边扯几率跟脸黑，你这样只能骗到白痴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还在喷，还在喷，还在喷，天哪！人逼你花，要怨毒。气到流鼻血吗？你成功了，谢姐，你成功了，真的，你赢了。你这种没有下限的发言，不断往我身上抹屎泼屎，你赢了，真的，我气到流鼻血了，满意嘞。我不知道游戏橘子让一个支持他的游戏的大个长气到流鼻血，他能得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要用财力名气来促进转蛋法。大家坐享其成，好，谢谢，感谢 Super Gamer 的支持，我没有这么伟大啦，我就单纯看到觉得这个几率不公哦，我讲很多次啦，诈骗集团打电话诈骗骗钱都要关3年起跳，然后游戏橘子公然欺骗消费者，免罚还不用回应，连笔录都不用做，法庭都不用上，钱收进口袋舒服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其实没有这么大爱啦，当然转蛋法是我顺便想要推动的。就借力使力啦，就你几率什么公布清楚，玩家氪的开心，就是输赢风险自负，风险自负啊，你不能把风险隐藏起来，让玩家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要怎么玩弄这个玩家，你后台爱怎么跳怎么跳，大家都不希望沦为一个傀儡吧，不希望沦为游戏公司敛财的一颗棋子吧，他先骗你，干你花个200就抽到了，然后你后面想要再抽，再花个2万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又不甘心，不可能啊，前面200就中了，我再2万，是不是？200啊，这个跟我们第一篇喷的那个大同小异啦。重点就是游戏官方说台韩一样，我怎么会去看台韩的材料一不一样？游戏公司都跟你说台韩一样了，你还要去吹毛求疵说，哎，你说一样，我唔相信，你别这样唔相信，我要来看嘛诶。嘿，抓到，赶紧讲赶快，哈，讲赶快，结果咧，这袋子无收成啊，鸡掰。干杯！讲港款啊，港款那不是韩版，那不是99的，韩版那是200.01哈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刘伯远，你别出来讲啦，太讲啦啊，是不是？干你如果没有疑心病的话，橘子公告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谁会去看韩版有几个袋子啊？先说啦，就算啦，推100万步啦，你骗玩家说10%不说啦，你真实几率也至少也应该要5%吧？结果论，我们至少跟韩版期望值一样嘛。
那至少没有那么邪恶哦。你只需要去解释你为什么公告没有讲清楚，为什么要诱导玩家消费。但你不是啊，你5%做出来才 2.3%， 你知道如果真实几率是 5%， 做出来 2.3% 的几率，我刚刚算过 0.1%， 千分之一，千分之一叫做稍微黑一点哦。我能理解的稍微黑一点叫做什么？可能 PR 30-40叫稍微黑嘛，50是期望值嘛。哦，你脚只拿到30-40，我可以理解稍微黑一点了。我这个只拿到0.1，我只拿到0.1，你说稍微黑一点？啊，攻读生礼拜天要上班。PTT 先发一篇被嘴爆，然后你巴哈再来发一篇说懒得讲了，巴哈假账号结论没问题，好好没问题，其实好棒，大家继续磕，大家继续磕，大家继续磕。C 4 7 5 11，哦，这个高中的数学排列组合，哦，乘以0.95%，哦，95%失败的464次方，乘以5%成功的11次方，就是我们4 7 5 11的几率，只有0.1%，只有0.1%。然后我公式写出来了啊，你不服来辩啦，不服来辩啦。特哥不是小虾米，流量月入百万，不算业配。哎，你怎么你是何运哦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触及率500,000点阅一部，70,000报价。哎，我跟大家说啦，我跟大家说啦，我影片报价一部10万啦。啊，刘伯元那部《天史上最黑暗一天》那部点阅50几万啦。然后我跟你说我收了多少钱？我收了-86万。对，我不止没收70万，我还付了刘伯文86万，来给你参考，给你参考。名声洗更白，好，我先说啊，我不是为了洗白，然后我要洗白，我没有必要花几百万，然后去跟我同行哦，我是游戏业的，我跟我有同行里面的一个巨大的企业来碰撞啊，你觉得这大企业没有朋友吗？搞不好其他游戏公司都是他朋友啊，搞不好他们高管之间都认识啊。啊，一起弄转蛋法，一起阻止转蛋法，因为转蛋法过他们赚比较少，搞不好几家公司的公关部门联手起来抵制我，联手起来抹黑我，联手起来拒绝给我工商，我干嘛？我为了洗白跟自己的工作过不去。有些人会觉得他花钱一定是花的有企图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我年初买战队，就能说啊，丁特一定有利可图啦，怎么可能一年砸1,000万去养一支队伍？绝对有利可图啊，要么就是弄赌盘啊，一定是想要操盘赚钱啊，还是什么有利可图啊？什么利他都想不出来，只想得到要操盘赚钱啊！操盘要怎么操？我操盘，我只能控制我队伍输吧，我叫他们故意去输，这是所谓大家认知中的操盘吧？啊，请问 BYG 有哪一场是故意去输的？哎，还没有啊，还不好意思，还一路赢到世界赛。柯文哲说过一句话：坏人永远无法理解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事。一句话回应你这篇。坐等丁特崩溃，爱玩还说免费工商，买账号说自己是当科长，不会是坐等。如果这是丁黑的话，不好意思啦，就年初花1,000万买战队，啊，还养出国，啊，还可以买一个花了3-5千万的账号的手游来玩，啊，还可以每时一天氪个100万，让你好生羡慕，心生嫉妒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特哥在那边跟你致歉，不要生气啊。这个外面的世界很美好，出去看一看。你躲在键盘前面骂，只会显示你的人格有多么的卑劣，显示你一整天当中，甚至你漫长的一生当中，你最期待的就是坐在家里看着别人的失败再去嘲讽他，因为你自己从来就不肯面对失败，你害怕失败，你拒绝努力，你永远只能看着人家成功，然后期待他哪一天失败让你可以酸几句，然后心里得到一点慰藉，得到一点快感，借此告诉自己说，哎，还好我也没有努力，我如果努力像他这样，你看他还不是跟我一样，他还不是失败了，哈哈，可怜，好好笑，我坐在家里都不用努力，调侃林翠秋，我爱看剧看看剧，我在家啃老就在啃老，不用你在外面拼命，你拼一拼，你看现在这么落魄还不知道被我笑，对，你活着就是期待那种快感，但是怎么了吗？我200万300万没了怎么了吗？我有差吗？我有缺这200-300万吗？还真的有，还真的有。如果你同意5%是制作几率，我不同意啊，我不同意啊。那是你们举止单方面的同意5%是制作几率啊。但玩家根据你们公布的，我们的同意的几率是10%。好，那推广说，哦，好，你要洗5%也可以，23%其实不会扯，不好意思，在这里发生的几率叫0.1%，475×6750×1.33，241,714块台币，这是我们制作475次纸布的成本。全台湾有1,000个人一起花241万，总额24亿新台币，多不多？24亿新台币多不多？数据大不大？大家拿24亿新台币出来干纸布，每个人干475次，我会是最衰的那个，有听懂吗？
0.1% 的意义，叫做1000个人干同样的事，我是最衰的那个。OK， 然后你说其实不会扯，衰了点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帮人的说法都是一个套路？脸黑啊，你为什么韩版才掉2倍？你要误导观众，你是不是假装不知道你在那边扯？如果照韩版5%，那也只是衰一点，衰的点，点确实有一个点，叫做0.1%。0.1%，所以合金10%，麦西失败24%也可以跟官方凹吗？跟你说一下 ，IBA， 如果你有收钱，那很不专业啦，因为合金的几率是11%，不是10%。等下没关系，你说11%超过20%也可以凹吗？我来告诉你能不能凹，而且他在鬼扯，欸，算你倒霉啦，兄弟。哦，我刚好认识麦西账号的主人啊，他说超过20%啊，哎，我来问问看，你金变失败几次？麦西那只。哦，麦西主人在这里啊，失败13次啦。啊，我不知道你说20次在扯什么。第一，你几率打错，实际是11%。那你说麦西超过20次啊，结果我朋友刚好买麦西13次而已。好了，就算给你扯啦，二十中零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兄弟们 ，C 20取零哦，20中零。那金变失败的几率0.89的20次方等于9.7%，怎么了吗？就算像你胡扯的。连续失败20次的可能性也有10%啊，有很偏颇吗？还在95%信赖区间内啊，还在两个标准差之内啊，怎么说？一个个问问，怎么？我知道这一趴可能全台湾的游戏公司都在关注了，就你不要怪丁特要推转蛋法，不要怪我要保护玩家，然后无视各大游戏业的利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游戏业嘛。各位游戏公司、各位代理商、各位大哥们，你们少赚，我也真的少赚。首当其冲，我也会跟着少赚的。但是这次不是我要出来搞事啊，是橘子真的吃相太难看了。简易字表给各位看，哎呦，这个专业的0.0056%，有没有？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啊。啊，0.0056%是我自己算的哦。啊，这大哥他用一个模型去跑0.0056%，我可以再验算一次给你看了哈。1754，好，这0.9，失败170次方，这5.1次方，看到没？小数点后5个0，然后565。为了证明我算几率的公式没有问题，跟人家直接用模型跑，哦，用专业的东西去跑是一模一样的。我顺便回应一下前面，我那个算法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在胡乱，不是真的，我随便 key 一 key， 把数字打得很小很小，我，哦，就想哗众取宠 ，OK， 没毛病吧？血海啦，丁特再送200万。爽不爽，刘博元？爽不爽？哇，你这画面有声音啊！我操，看你赚的盆满钵满。我代替全台湾的天堂玩家感谢你，感谢你在1999年还是2000年把天堂这款游戏带入台湾，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青春还有童年。心里话跟你说，虽然这件事情上对你的公司处理的方式非常不满，但是哎，难得刚好这件事情受到游戏局子高度专注。对，跟你说声心里话，因为天堂真的占了我的童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部分。欸，我甚至可以说我有今天呢，其实跟天堂也有点关系啊。天堂是我第一款风靡风尚的游戏，对，感谢你带进来。但是今天走到这一步，虽然有点难看，对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大家希望后续的处理可以非常妥善，但是任何可以就责的部分，我依然会无情的对你就责。对，我觉得两件事，谢谢刘董，谢谢刘董。